哎呀，臭小子，又尿床了，又尿床了呀！哎，要交不了差呢，皇上有言在先，杀无赦，你怎么不知道怕？不知道愁呢？哎呀，脱口子啊！皇上呢，只不过是丢了一把破扇子嘛，值几个钱呢？淘气蟹可是丢了两百八十三名妇女儿童，哎，老爹，你用心掂量一下，到底哪个轻，哪个沉呢？啊，臭小子，你又尿床了，好臊好臊！哎呀，臊死了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富贵在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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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 徐莲是刺杀皇上的侵犯，机不归案，十万火急。你老是当儿戏呀、啊？哎呀，老爹，我最烦你们大人老说儿戏儿戏，就应受我是黄口小儿，嘴巴眉毛办事不牢，就会玩似的。哎呦，你还以为你是大人，每样事情都当玩一样啊？哎，救人鱼，水火解谜，倒悬如何是玩呢？哼，你这就是玩啊！啊！ 你这么着急抓到徐莲，是为了贪功腰赏，升官发财呀！哼，徐莲可是不止一次谋害皇上，抓着还不凌迟处死，碎尸万段呐！哼，你好狠的心呐你！啊！哎呀，臭小子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，屁股长结实了是不是？看老爹不揍了你，教训教训啊！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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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教你走，教你走啊！哎，臭小子！老爹，你们大人一没理，就会动武。哼，谁说我没道理啊？就你知道护着徐莲呐？难道老爹心里面不心疼吗？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抓不到徐莲于法不容啊！你不抓他，别人也会抓他呀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吗？我总不能亲手把老婆送上法场，挨3600刀凌迟碎剐吧？嗯，他不上法场挨刀，你我就要杀头。哎呀，皇上是我老爹，不会杀。啊！ 哎呀，我跟你讲过了嘛，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你说自己是皇阿哥嘛，你怎么就有忘情没记性呢？行了，我已经记住了，牢牢的记住了，已经融化在血液里，落实在行动上，这不是没有外人吗？有没有外人也不能说的嘛，谨防隔墙有耳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外面有脚步声。啊？ 来来来了，记住了。嗯，来来来了，来。哎呦，公主吉祥。嗨，我早说过了，微服出访嘛，礼数一概免了。下官遵命。哎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你对淘气县拐卖人口案，你是丢下不管呢，还是一管到底呢？哼，我陈文杰做人最有责任感。 做事从来善始善终，追求完美，岂能无情无义、轻言寡信、虎头蛇尾、功败垂成呢？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纪元，把臭小子绑起来。啊！老爹，其实我也赞同臭小子的看法。嗯。嗨！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哎，陈大人。 你就放心吧，万事都包在我施公主身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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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见呐、啊！哎呀，皇上博学多才，可谓古今异人呐、啊！想当年，那秦始皇曾派徐福渡海寻求仙山，汉武帝见过铜铸玉盘惩戒玉露啊！唐太宗服下不老丹药，可最终怎么样呢？还是死了？成吉思汗找丘处机询问长生不老之术，哎呀，这些出类拔萃、大有作为的英主尚且这般执迷愚昧，无法企及万岁爷之万一呀、啊！我觉得这些尸位素餐、妄求成仙的君主根本不值一提。好好好。
好好好，跳得好，跳得好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谢谢皇上。别再看了，快走啊！哎呦，小陈大人，老陈大人，本府正要前往迎龙客栈送行，没想到慢了一步，劳动诸位大驾来县衙告辞，包亏包亏了，包亏。听话，听音儿，这蔡大人是不想我们在这待着呀。小陈大人追捕侵犯，重任在肩，本府就是想多留几日，多受教诲，恐怕也难以如愿了。哼，这话的意思就是傻子也听明白了吧？蔡大人是不让我们在这儿常住吗？本金章还偏偏脸皮厚，就赖在曹溪不走了。对，我们要留下来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。听见没有？小陈大人已经把名单移交了，本府自会筹措经费，安排差役远赴他乡外县展开解救行动，诸位大可放心。但是本钦差还就偏偏放心不下，要亲力亲为，那可超越了你的职权范围。被拐卖的人口不是逃犯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捧屁股亲嘴不知乡愁。老爹，不能讲粗话，有失官体啊。公主，人家各有分工负责，咱们就别掺和了，打道回府吧。我偏要掺和。蔡知府，本公主命令你随同陈文杰共办此案，听见没有？嗯，你是谁家府上的公主啊？猪鼻子插大葱跑到这儿来装相？你命令我，你搞没搞错呀？你徐公公，告诉他谁是大象，谁是蠢猪。哎，公主，我看还是你不说是不是？封神阴德啊，把腰牌拿出来给他瞧瞧。卑职不知公子驾到，万望恕罪。河中堂身子骨可是康健？你先别问候我，也别问候阿玛，你先给公主叩安吧。她真的是河校固伦公主？真的比你亲娘还真。卑职叩请皇上万安。升官。公主吉祥。我吉祥，你也吉祥，起来办差吧。蔡大人，坐鞋办吧。小陈大人有何训示？卑职保证请人照办。欢喜岭有个女的叫刘红霞，她被尹三江给贩卖到大鹏村的张家去了。哎呦，她娘家的哥哥刘红义为了讹诈钱财，竟然诬告周老三说她移情别恋，害死妹妹刘红霞。尹三江他明知道是冤枉的，但是他为了掩盖人贩子团伙的罪行，他竟然还严刑拷打周老三，致使他屈打成招，现在下在死牢，等候秋后处决，人命关天，我们赶紧去救刘红霞吧。哎，臭小子，刘红霞跟我关在一个密牢里，寻死觅活好可怜的。是啊，快走，去吧。对，走走走。此等小事，吩咐衙役跑一趟不就行了吗？公主，请到屋内歇息，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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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